打小楼，响楼那边。弟兄们，四路连佛了，那边炮声一响，不服两个小时，敌人就会经过三道弯了。做好战斗准备啊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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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吧！来，早都准备好了。那你在这儿组啥的呢？你这杆枪打得远，赶紧把射击位置射到那个山坡上去。我不去。海洋，你不懂，那山头上最容易暴露目标。那我把射击位置安排这最合适。我跟你说。 那个山坡报上视野开阔，从上往下看居高临下，看得清楚，打得就远，听懂了没有？排长，你真的不知道，那森林上那么说过，那站山头上，你看清鬼，那鬼子也能看清你。那几枪之后，我的目标一旦被暴露了，那一会儿就把我给打死了。我不去，我就在这儿好。哦，搞了半天，你程二雷从这是怕死是不是？啊？你才怕死呢！哎，程二雷。 我叫你的山头上去，你听着了没有？程二雷，程二雷，我把你这个无组织、无纪律啊，你山沟沟里头的坏毛病，你都给我带到部队里来了！你，我是你的领导，我是排长，不服的话，你敢不听吗？上山去！你这个倔驴！ 好了没有？动摇，呼叫动管，动管，请回答。动管，请回答。动摇，动摇，我是动管，我是动管，请指示。长官部已经得知你们的决定，正在研究中，正在研究中，请原地待命，原地待命。师座，长官部命令我们原地待命。告诉他，战机稍纵即逝，我要尽快行动。 随他去。 命令， 炮火准备后，九点整，发起攻击。 嗨。 坂田的一中队，佐佐木二中队，由东侧突击。 嗨。 石川雄，井上太郎率四五中队，由西侧突击。 嗨。 五十五师是国民党的正规军。 蒋介石的嫡系三战区的王牌，因此你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。嗨，陈大雷有消息没有？司令员，王侍卫，已经超出预定的时间三个小时了，可大雷仍然没有情况汇报。没汇报就出事了，其他方向有什么情况？上峰区来电说南阳能方向有枪炮声。 由于距离太远，具体情况不明。李欢的五十五师呢？早已联系过了，山战区的长官部说，他们早已进入伏击地点。司令员，陈达雷深入敌占区，仅三百里，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发生啊？报告，说。 三分区来电说，昨天夜里有人发现淮阴城的日军朝南阳镇方向运兵，兵力上千。此外，据民兵报告，康庄、卡子口等地的日军也都朝那里开进。
什么？日军没朝定环路去？定环路方向没有消息。命令陈大来脱离现场，立刻设法销毁了。是。至于新四军的六分区，我想他们很可能会在三道湾一带出没。这个我已经交给黄协军去应付，你们不用担心你们的右侧。准备出击！この戦闘で我々がまず山岡水面手柄を立てるぞ。はい。聞こえない。はい。攻撃隊に並べろ。攻撃準備。 军区命令我们撤出战地，我都撤不了，告诉他。撤！长枪长枪，南山无法撤回。别这么凶了，拿起将军战斗。 陈大雷说他没法退，然后电话就断了。坏了，这个陈大雷又杀红眼了，又要违抗命令。政委，这回陈大雷恐怕不是抗命，他是真正的无路可退了。辛苦党。 一套没长进，连冲击信号都跟从前一样。敌人都杀了，我们打不打？急什么呀？ 还没有进东房就想开火，没错，又是松井两国。从第一波攻击阵型看，密度不小，他们肯定倾巢出动，松井也肯定亲自到。看到他们每打一枪都显得十分从容，甚至一边开枪一边调整射击位置。各个战斗小组交替前进，从容不迫。 这些都体现成熟的战场经验，都是自信满满的表现。松井联队的战法确实跟其他敌人不一样，又把我当成对方了。警卫员，到，去通知所有人。
敌人接近50米的时候才开枪。 小鬼子命贱，瞄准点！弟兄们，给我沉住气，把翅膀放进来再给我打。 倒下，活着的原地卧倒。之后一步一步朝前爬，等到10几米处时，所有人会在一个士官带领下，突然一起跳起来，发疯般叫着冲到你身边。对付这样的敌人，你绝对不能慌，你的枪膛必须时刻压满子弹。等他们跳起来冲到面前时，狠狠地打。我曾经反复告诉我的战士。 这次冲锋打击之后，你马上到二连给我组织2个排进行反冲击。司令，二连那是我们的预备队呀，不但万不得已的伤不能伤吧？那有咱们预备队了？拼了！今天这仗谁获胜了，谁就是预备队，去吧。 长官不怎么说，还是那句话，研究研究。
战机稍纵即逝。这个道理白痴都明白。长官部这帮官僚还研究个屁！恕我直言，善谋者屁也要研究一下，甚至两下、三下。由此足以见得官僚们之高明啊！我去跟他们说。师座，师座，来，我来说。动摇动摇，我是李欢，请许参谋长说话。喂，李师长，我是许参谋长。许参谋长，后关战斗已进入焦灼状态，现在双方都已筋疲力尽，此时如果我部突击日军侧翼，定可获得重大战果。喂，许参谋长，请讲话。喂，李师长，长官部正在综合各方面情报进行深入研究，你部不可变更部署，原地待命。重复一遍，不可变更部署，原地待命，两小时后再联系。许参谋长，现在的情……喂。长官部让我们等两小时，这么沉得住气？师座真乃壮士情怀，立功心切，看别人打仗比自己打仗还着急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说这些？司令员啊，我想这样，直接跟顾主动联系，严正要求他们履行他们的联合抗战的职责，命令他的55师马上向日军发起进攻，否则的话，我们真的救不了陈达雷啊。试试吧。那好，马上跟他们联系，直接请顾长官讲话。是。回来。怎么了？我决定了，不跟他们联系，我信不过他们。司令员，陈大雷现在身陷绝境啊！政委，我知道，但是我不相信国民党军会帮助我们解围，他们呢，恐怕期望我们把更多的部队陷入日军的重围。桑斯岛。还是司令员了解我，我不是不想打，我也不是抗命，我确实是陷入了绝境。四面八方都是日军，任何人只要离开掩体一步，必死无疑。这种时候，活下去的唯一可能性，就是死守阵地，就是拼命血战。而且血战到最后，你也仍然别指望活着走下阵地。当决战到最后关头，当阵地快要失守的时候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反冲击。拿我的刀来！司令员，你是要反攻击啊？你不能反攻不行！司令，过来！二连子，把他端起来给我杀！杀！Thank you.
这是最后一波，是在反冲击。 可惜呢，他们死到临头还敢反冲击。国民党五十五师竟然有这么强的战斗力！田中军，让预备队上去增援，快！是的，师座，我估计陈大雷已经被日军消灭了。已经打了多久了？ 正好2个小时，我再去跟他们通话。来，师座，还是我来吧。 你好，有个缓冲。动摇动摇，我是动拐。动摇动摇，我是动拐，请回话。动拐动拐，我是动摇，我是动摇。动拐请讲，动拐请讲。后冈战斗已至尾声，新四军遭受重创，现已出现对我军有力战机。 请长官部指示。根据各方面情报，长官部慎重研究判断，日军肯定会沿金浦路及定淮路方向西进。重复一遍，日军肯定向你们正面开进，为此，你部绝不能变更部署，继续原地待命，时刻准备应战。长官部命令你们不准动摇，坚决执行原先的作战部署。动摇动摇，动摆明白，动摆明白。荒唐。 看不见他，这鬼子高手！妈的，马二雷在这就好了。待会儿就注意隐蔽，不要露的头太高了啊！
敌人四次进攻都被打回来了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敌人的攻击太猛烈了，我看这是战斗一直衰退了。松井联队从来没有抱怨过敌人的火力猛烈。萨卡达中队、萨萨基中队刚才已经突击到山顶了，因为后续没有跟上，都被打回来了。那也不应该被打回来。他们应该死守山顶，我们的后续5分钟就会赶到的。 就是啊，咋这么快呢？那就不好说了。咱们这边的敌人和一个都没来。这场仗打的，你这跟司令员说的不一样啊，这该来的都不来，这不该来的都胡来了，这都。司令员心里肯定有数，你就别瞎操心了。不是，你看这一个个的，这都是新兵，都是新兵蛋子，都是，这上实战早了点吧。你出娘胎就是老兵啊，啊？咱们两个不也是从新兵蛋子打过来的吗？打着打着不就成老兵了？ 睡得哈喇都淌出来了，这个倔驴！哎，拿土给砸砸他，把他砸醒。人来了！哪儿？在哪儿？在这歇会儿吧，啊？ 过了三百万再休息。哎，不不，你看，弟兄们都走不动了。停停。好，那我们就在这歇会儿。哎哎，老李啊，啊，我带部队在这休息，你上前面看看情况。哎，好嘞，胖子，你跟我走。 哎，知道不？这枪，这是从我新闻里长出来的，瞄瞄打打，一打一个准，一打一个准。司令啊！
司令啊，哎呦喂，哎呦，你怎么了？司令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山上有埋伏啊，胖子啊已经被他们打死了。啊？我怀疑山上有个神枪手，有把狙击枪，杀人哦没有声音哎，专挑长官打。妈的！原来新四军早就埋伏好了。嗯，我命大呀，老李。对呀，你命大，我也命大。老李啊，狙击枪的事儿可千万别声张。好的。影响士气。哎。赶紧集合队伍，准备战斗。好，明哥，一枪架好，准备战斗。把衣服脱下。哦，快脱衣服，快点！司令啊，你叫他脱衣服，你换上，那我怎么办？老李啊，啊，你现在带着队伍，摆开阵势，把机枪架好，给我狠狠的打。我的腿，快去，不去我毙了你！快去！好好好，快脱衣服。自己怕死，叫我去。把枪给我，打他！好好看着马，回头我升你官。枪声乱着呢，从打法就能看得出来，他们都是熊猫，待会儿把他们放近了再打。弟兄们，立功的时候到了，共军没有几个活口了，给我冲啊！准备啊，火力油门！我啊，还是带一部分人从那边插过去，佯攻，把他们的火力吸引过来。老李，你不能去，你就叫三连长带了两排，从左边发起攻击，我带着主力从这边佯攻。现在快去！是，快冲啊！
快走，二磊没了。二磊，二磊，排长，我在这儿呢，敌人头脑分析从南边摸上来了。好，哎，你快带人到南边去，快进来。没事，交给我了。報告します。ここによるとサンダー湾で敵の主力部隊に遭遇。彼らが言うには新四分六部区の中にチェンダーレもいる模様です。皇居合同作戦だな。チェンダーレのやつめ、ついにサンダー湾に現れた。田中。はい。坂田君、呼んでこい。わかりました。連隊長殿。坂田君。はい。チェンダーレ宿サンダー湾に現れて、吴兴辉あそこにいるけど、でもあいつはチェンダーレ相手ではありません。実は俺が本当に行きたくて、自分の手であいつに殺してと思ってる。でも俺が外れるって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。私に任せてください。坂田君。はい。俺は本部にお目にあげる。荒野の中でもお目にあげるすとこ許可して、お前今すぐ車に乗ってサンダー湾に向け、チェンダーレに殺してほしい。連隊長殿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なんで俺が感謝するの。消防の戦闘で私は大半を失いました。この恥は耐えられません。仇を取らないと死にません。長官、この機会を与え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佐田君。はい。俺がお前に感謝をするのことは知ってる。わかります。その時お前の心に熱くて条件に曲がることはできるし、しかしでもお前のお詫びは氷のように冷ややして、これは本当に優秀な軍人の喪失だ。私は行ってきます。さあ行ってらっしゃい。はい。さあどこ。はい。もし届くと頼む。もし今回吴兴辉三班に逃げたら、すぐこの場であいつに殺せ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さあ。林隊長。夏露将军说过，不要为了一个陈大雷而放弃主要战场。报告。俺が知ってるよ。
我想慢慢说，就当作时间再一次流过。你我的故事从未消失，就算生命停止，执着在你手中紧握，承诺是你心中不